大来处理咱们溪黄上界近的吉安路社区啊，由发展协会理事长曾博洋甲社区的志工，因将这个花期非常短的田埂紫草，伫上边的时阵保留下来。最近呢，因阁发挥卡斯来结合在地文化，创作出文武桥甲碑店等等的文创商品，其他会当借着这款发展来无同款的社区经济。三乡探矿大来主要道路大来桥卡，正是咱们溪老经地区。每当只要进入秋天，两边溪花总是会开出满溪层的田埂紫草，乒乓乓的好像像落过雪同款。远远看去，规地白色砍掉的场景，也吸引不少民众前来翕相拍卡。只不过花期一过，游客也多的离开。为了保留田埂紫草上水的容貌，大来区离咱们溪畔上近的狮子来社区，在理事长曾博洋带领之下，社区只刚趁花期也别过，将田埂紫草先收集起来，放伫仓库，然后就发挥卡数，运用花甲骨干的部分，做成小扫帚、甲杯垫等文创商品。除了小型周边产品。因为狮子代是庙区密度相关的社区，理事长更邀请专业老师将田埂紫草骨干外面包住金纸，分别将木桥甲文桥制作出来。对钢桥的桥卡，一直到桥板钢桥的架架，甚至是新兵座的椅架，拢将田埂紫草每一个部位做了关键的发挥。像我们田埂紫草一样，我们只要做文创，我们可以作为我们的社区经济，不只是说只有志工会，要全部的社区居民喜欢的参与。大家一起来共同来发展这种不用钱、不用本钱的我们的社区产业。花期上长一季的田埂紫草，在盛开的时间保留下来，然后透过里面的卡数和在地文化做结合，将香槟环比邻做杂草的植物变成文创品，唔啦提升整个狮子来社区的价值，也好游客后一出来到大来，除了赏花，也有地方特色会当做纪念。记者们在大来区采访报道。